说，呀，你最近怎么胖了？你胳膊怎么这么粗？屁股怎么这么大？你是不是该减肥了呀？这些人啊，真是闲的蛋疼。我胖招你惹你啦？是你家大米啦？咦，他好胖呀。就是肉那么多。你瞅啥？说谁胖啊？是你家小姨妈啦？喂，你俩在一个盆里面挤不挤啊？不挤啊，不挤啊，挺舒服的呀，哪挤啊？胖成这样，起都起不来了吧？谁说我起不来？你看着。叫我起来，是不是又该吃饭了？老子来了，不想走了。你都胖成猪了，回去真该给你减肥了。哎呀，怎么上不去了？这么难的，以前还能上去啊？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坐这儿也挺舒服的。还大喝不到呀？谁说我脸大？明明是杯子太小嘛。虽然我胖，主任你这样说的这也太过分了。别再说宝宝胖，人家只是虚胖嘛。我的微信号是萌新人520，喜欢就不要错过哦，也欢迎大家投稿，一起分享你家的小宝贝儿吧。是不是你弄的啊？很气人啊，每次都这样子弄。